我好像看到祭司了。不让他转动，可以。哎，为什么我的延迟还是在坐椅子啊？你们，是我的问题吗？完蛋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就差一秒他就打动走了。应该是卖了。为什么这么卡呀？你们看着卡吗？为什么？我手机怎么老卡呀？而且延迟还贼高，我这边显示我还在椅子上。哎呦，有点尴尬。好像高清确实，高清就一直卡着不动，然后调其他的确实好。分身卡了。哎，魔术师怎么在挂机？
你下不下门？这都没抽到，我的个天！这不抽到简直了！ 好惨啊！<笑> 我这把真的雪崩，游戏结束了，膨胀了，膨胀完蛇了。<笑> 连佣兵都修完了，只剩一台了。 nice， 还是有机会的，送我机会，我不要白不要。这个人只要土中的就死，吐准点，双突司直接把这个先知给秒了就行了。 哎，机会来了！其实这波操作我没看懂，那个祭司修的很慢的。
哇，差点崩了，吓死人了的！那个魔术师牵制这么久，我感觉这把没必要去那个大房子。那就谁？四条，不亏，稳赚。居然失误了，我去。加速！好久啊，这么点距离，感觉被吸了一年一样。好像有人撞了我一下。还给你哦，全在修啊，这么真实的吗？给前锋过来了。前锋又开始回去修了。这么真实。蓝前锋啊！我不信你有怀表，我这把要打双刀。好吧，没打出去。有点尴尬，拼命香水了。我觉得他进不去，好吧，他进球。哇！
哎，我操刀取消掉了，刚才把他秒了的。 到处都是磁铁，头都大了。等一个欧皇斩。嗯。啊。嗯。 还好我多插了个眼，再丢一个。 点不是特别好。 黑妹和前锋，小木屋应该也有人。还要往那边带的话，板子都被人下了呀。 枪，抓条枪，那不行，抓黑妹，他还太近了。我的妈！100万个球吧！ 那他没球了呀，全都用了，你还敢回来呀？应该
该是不敢了。没什么球。三个人全在这。被人偷了。现在他蹲蘑菇，你看他蹲蹲蹲蹲，他妈的锤你！怪不得他带的是弹射，没有怀表的。怪不得他会开局把球用了，他打骚扰的。哎，不是，这个人是真的骚扰我，他就不求电击，就疯狂在这边，疯狂在这边玩。熟人，现在调完师肯定在船上修。哦。节奏又被拖了。这个人不挂，挂调香，调香二挂的。然后再去骚扰吧。现在被磨起来了，那就只能挂了。今天小心这个黑衣妹啊，五层，那个不是说说笑的。
还好我这个黑妹没有射击什么五层，是一把枪，三连电击。不能拉锯啊！这么狗啊！就磁铁。你下不下？他如果在这个楼梯丢磁铁，得小心了。没丢。哎呀，这个洞，我有点难受。VIP， 嗯，这是打算靠前锋救你吗？其实应该是死了，肯定是要卖掉了。有没有传送的？乌鸦飞了，这边有人。然后这边结石肯定要过来救了。
刚才炸点我没注意看，好像是在海边，所以去看一下吧。几个拦截，好有钱啊！完了，修了最后一无所有。谢了。还敢吸，狠人！不应该打钻的，这前锋身上有钻，再给他打个钻，多余了，应该招封印了。